今仔日这个钉钉的吼，我是讲我嘛钉钉，哦，我的私人，倩倩啊，所以呢，我有一种有一款的感觉，就是讲初见，初见不熟，再聚会，回首一时，再聚会。啊，今仔日所以伫只先甲大家报啊，来讲一下，希望大家当包涵，因为我对地方区真正无熟，吼、哦，我来自即个基督区、高雄区，吼、哦，住来西子会，安尼，老实讲呢，吼、哦，来面对着咱西子会即个组织。哦，啊，以及着，比如讲南方，其实，我是算个小兄弟、小朋友。面对，南方，老实讲，我拢是安尼仰望，哦，安尼仰望。啊，我过去，有哪插过社团，创办过社团。未来接触着西子会时，老实讲，有一个真渴望的心，哦。但是呢，来接受了的时阵呢，吼，比赛组会每一个领导师友，吼，啊，师兄，吼，啊，师姐，啊，各位会长，老实讲，拢无简单，吼，拢无简单，真付出，真无言。伫这点呢，吼，我着真正，是各位真济，所以呢，我只能仰望各位，然后把自己一直退到尘埃里。啊，今仔日，是咱南方35周年，哦，这个修炼35周年这个庆典，这个呢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日子。啊，我伫这个遮，祝福咱。这个恭贺咱这个立议会长吼、哦，辛苦一年哦，啊，这个把、啊、这个办事会当来呢吼、哦，啊，交予咱后一届这个会啊，哦会啊吼，安尼，啊，伫这个遮祝这个咱南方西子会呢吼、哦，这个以及着咱。地方市的各位，哦，啊，分会啦，吼，啊，会当的吼，这个事业昌隆，吼，啊，每一个人身体健康，万事利，谢谢。谢谢，感谢中医院十二生子会林朝鹏会长的美丽以及祝福，谢谢。新鲜肉会长应。